你去现场看看他们训练，你就会觉得真的特别苦。脸上画的非常亮丽的妆，但是他们的手上、脚上、脚腕上，包括这个脚底啊，你一看，你就觉得跟他们的年龄特别不相称，要得吃多少苦才会有今天的这个成绩。虽录上海队自由操。900、360 DC 的连接，后540，前540。后续两周结束，这一串当中的技巧串是两串，一串是 DC， 一串是 CC。直体后空翻转体900接前直的360 DC 的连接，能够得到直接连接的0.2的加分。那么五，它是快速在接上后直1080直接的连接，这样是也是能够拿到0.2的加分。那么它还有一串 CC， 那么直接连接也是能够加0.1的。所以它这一串动作下来难度分会很可观，因为编排的难度价值很高。自由操它不像平衡木，平衡木你编的动作未必坐下来能够拿到那个价值分，但自